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你的青春之歌时间啦。你的青春之歌。是的，我是欧马克，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所有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02236399555这个青春之歌呢，伴随着什么样的青春故事？你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哪一件事情，哪一个人呢？阳光从清晨窗外洒进来，我从荡到谷底的梦中醒过来，冰箱只剩一颗青菜，没早餐，我不太习惯没有你在。学着释怀，当我开着冰箱看着青菜发呆，心情还是有一点无奈。哦，算了吧，忘了吧，留个吧，微笑吧，爱一个像青菜，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算了吧，忘了吧，留开吧，微笑吧，爱应该像青菜，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爱要健康自然，勇气像海绵洗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不怕孤单的你，来吧，跟大家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嗨嗨，你好啊。嗨，马克好。嗨，你是谁？是新北的查理。查理，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我想要点艾黛儿的 OIS。 艾黛儿的什么？再一次。 OIS 就是我最想要问的 All I Ask。 好，这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是这样的，就是 我上一段的感情大概是在18年的11月的时候结束的。那时候是对方就是在111这天提了分手。单身节的时候说我想要单身啦。是的，没错。对，那虽然说就是我们在那一天对方提了分手，但是其实我们原本在隔两个礼拜就是有一个原本已经约好的见面的时程啊。对，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一天就是还是有会面这样子啊。那时候就是一个两天一夜的行程。那在最后一天就是礼拜六的晚上，那我们就是在房间里面，然后就是想起我们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所以我就突然之间就是听到这首歌，然后就对这首歌就是有非常深的印象。哦，所以本来已经说了分手，人家提了分手，然后可是呢又已经约好要一起出去过夜旅行，然后在过夜的最后一夜听到了 All I Ask。 我所想问的只有一件事情。哎，你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吧？可能知道。那有没有？答案是没有。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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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吧。所以就是如果最近就是如果可能有听到这首歌的话，都会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这样子。呵呵呵，那后来你到底知道了为什么要分手吗？他为什么要分手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跟女方算是远距离，那就是跟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互动没有很好，所以就是家里的人被家里的人，他们对方家里的人讨厌这样。哦，讨厌，用这么重的词。对对对。好，然后那在经过这现在已经两年多，你现在已经有新恋情了吗？目前还没有。所以这两年多都没有吗？哦，是的。那之前跟这位在一起多久？大概快要两年半。没有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不想交，还是真的有一点真的怕了？我觉得算是怕了，就是很担心之后之后的恋情可能会像上一段这样。
很担心。今天你打电话来算你好运啊！我突然转换成一个那个销售员的方式。OK， 马上，你有在使用 IG 吗？有。马上看一下欧马克 IG 的最新一篇限动，就是送给你，刚刚好就送给你。好的，谢谢马克。再会了，查理。好，谢谢，拜拜。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艾黛尔的 All I Ask。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刚刚说到我的 IG 上面，就是刚好今天中午发的这一篇啊，就是呢，我们人呢是依靠经验来做未来的判断的，我们人都有回忆嘛，所以现在青春之歌也是邀请你来分享你的回忆。可是呢，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的印象是对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记忆力很好，实际上呢，做出了这些实验以后就会发现我们的记忆是会扭曲的，而且这个记忆呢不止扭曲哦，这个人事实地物很有可能都会是加过滤镜的，会经过一件你觉得感觉很美好的经验，你就会帮它加上一些比较美好的滤镜；一件你觉得很糟糕的经验，你就把它加上一些很糟糕的滤镜，然后扭曲原本的这个事情的原貌是什么样子。这边就说到说，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事情，这些经历呢，会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占据了某些我们的回忆空间，可是呢，
它其实应该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天、某一个小时、某一个小事件，却会在我们的回忆箱子里面占了特别特别大的份额。也就是呢，它的比例不符啊，它其实是一个小事件，可是呢，我们会把它就是塞满了我们整个脑袋，我们脑袋每次一想到痛苦，就会想到它。每次想到不开心，就会想到他，然后他就像一个鬼魂一样，不断不断出来，就是要招魂，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以前你曾经摸到那个很烫的热水，那个会烫哦，不要再去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俗话说的嘛，就一朝被蛇咬，你十年会怕草绳。你会给予负面的经验过分的权重，每一次呢一想到觉得啊不行了，以前我这时候失败了，所以未来我会失败，甚至还有过度的滑坡跟推因归因，就觉得失恋太痛苦了，我再也不想要谈感情了。我们必须要记得是，一次的失败，那一段关系没有定义你是谁。不要让那段关系定义了你自己，你的回馈回路的权重对于那次失败的感情可能太高了，抑制了你依据实际本质真实现在是什么样子去判断新关系的能力。不管你是出于不确定还是过度自信，我们都要很有意识的去评判我们自己的回忆。回忆，我们的心智很坏的。Of you， 这个版本来自于 Josh Groban 跟 Kelly Clarkson。 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欧巴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青春之歌，然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与青春回忆在其中呢？为你送上六月份要开演唱会的桃子姐。情脑不知过于颠倒，不想过去傻到感到不被需要，煎熬经过多少煎熬，说明不是寂寞推我到你的怀抱，总有点委屈，总有点牢骚，当年的我怎么受得了，失去心跳，争吵再无才为争吵，
再不需要盲目互相讨好。沙里的跳蚤提醒我们不会不痒不痛睡到老，你有点委屈我有点牢骚，不然回忆找不死掉之前，就先让这一段感情好好的维持心跳吧，不要等到已经出现了征兆以后再要去救就会来不及了。02-363-9955 Hello， 喂，你好。嗨，马克，我是 Ruby。 你好 Ruby， 你的青春之歌是其实我本来想点的是那个就是大陆神奇的主题曲，可是我觉得应该点不到，所以我想要点周杰伦那个米兰的小铁匠。啊哈，那这有什么故事呢？就是那首歌，其实就我们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就现在回去看他，其实有点不太 OK，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班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不是这么会念书，然后可能上课又会一直吵闹，然后有一次他就叫那个很吵的同学去站在最后一排，然后我们最后一排都是放垃圾桶啊回收之类，然后他就说反正你就站在那跟那些垃圾没什么两样，很夸张吧。然后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就在骂我们，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些整洁啊或秩序的比赛，然后你只要获得前三名就可以选择说打扫时间要放什么歌，然后刚开始就大家都会放很正常，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歌，然后有一天就是老师在骂人的时候背景就突然出现那个大陆寻奇的那一首主题曲，然后全班就大笑，然后老师就更生气，就怒气冲冲走了。对，大概是这样。大陆寻奇那首歌什么？风里千年渡，江山万。OK， 好好好。所以老师就后来来我们班，我们就是还是会一直想笑，但是老师就会很生气。好的。就希望他不要再教书了。真的哎，他以现在你的年纪算起来，他退休了没啊？如果他40岁以上，有可能快退了。OK。但因为我就是国中也没有再回去，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还有没有在教。好的，感谢。希望大家都遇到好老师。真的，真的。谢谢。拜拜。OK， 拜拜。也应该要说，希望就是所有不适任的老师，你们拜托不要走教职这条路，好不好？不要去害人。小铁匠能将那希望在流汗，大路可见住的街道灯，一家烟雾缭绕的酒馆，冷冷的一场痴人在弹唱，小铁匠在门外进不去，在苦恼大家同伴还太小，大家。
真的真的想知道，那双来自东欧的冰要何时到，别想不高不少，那么一点还缺多少吉他，才能摘得手指头，不知道怎么办才找，那睡不着不着，小雨我就快实现了，他在笑。星期五的下午，一起来游来游去，一起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是青春之歌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23639955，分享你的青春之歌以及这首歌背后的属于你的青春故事。嗨，你好啊。喂，你好。嗨，你是？我是内湖黎明。内湖的莱曼黎明先生。对，我想要点那个黎明的 Evolution 那一首。黎明 Evolution 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就以前唱歌就是快结束收钱的时候都会点那一首，因为那一首歌很长。哦，黎明的 Evolution 这首歌很长哦，有多长？好像八分钟吧。脱台前用的啊。对对对对，学生比较没有钱。好的，待会我帮你找找看啊。好，谢谢，拜拜。拜拜。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这首歌曲呢，就来自于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哇，我的老台呢？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 SNS， 我的社群啊，包括像是 IG 啊，像是 Facebook 啊，像是 YouTube 啊，你只要搜寻欧马克，欧是欧洲的欧，就可以找到我啦。Hello， 你好。嗨，你好，我是老王。嗨，老王，你好啊！你的青春之歌是马念先的那个《新球鞋男孩梦》啊、哦。你也会去万年买球鞋吗？哦，我是陪我高中同学买，因为我对就是球鞋没什么兴趣。那你也会去打 snooker 吗？哦，不会，我就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不确定有没有、欸，反正我们那时候放假没事就会往西门町跑，好，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那个歌词里面写的很像，就是上课都不认真读书，然后一天到晚看那个球鞋，然后为了买一双球鞋也是往那个店里跑了好几次，嗯，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我就陪他去好几次，嗯，然后就买了很贵，然后穿上了以后，好不容易买到穿上了以后，我就觉得他原本脾气就不好，穿了以后脾气更不好。啊？为什么？不是买了开心的东西会很开心哦？很开心啊，他就每天穿啊，然后他因为是全白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就好像是 Force 吧，然后就是只是多了那个金勾勾，就价钱就多了整整一倍哦。然后就因为全白的很容易脏，然后我们那时候也都是搭捷运，然后捷运人都很多嘛，然后很挤，然后鞋子可能就会被踩啊踢啊，对。然后每次一碰到，哎，我们也喜欢打打闹闹嘛，高中很皮，然后。就常常就是受到他的三字经洗礼，对，然后有一次也是因为捷运站老人也是都是没有在客气的，也是冲来冲去，然后有一次也是踩到他的鞋，就在手扶梯口，两个就是大骂起来，对，两个就是这一个就是被鞋子被踩到很不爽，另外一个说你怎么不进老尊鞋，让我去走，怎么两个在那边大骂，然后我就在旁边好像看到三宝对决，就其实看得蛮开心。对，那又怎么样？现在这个同学还有联络吗？还有啊，还有啊。那还是之前那个 Air Force 重新出复刻版的时候，有没有送他一双当生日礼物？现在应该都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我自己鞋子，我对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衣物都是很节俭的啊，我怎么可能买那个？对啊，很少买超过3000块的鞋哦。对啊，好的，反正他那个穿很久还不是脏还不是丢，嗯，对啊，不就是鞋子嘛？对啊，每次穿这么好的鞋子，就是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穿那种很贵很贵的鞋，然后。就是也是都要小心翼翼，对，蛮不开心的。好的，谢谢老王，谢谢，拜拜，拜拜。You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这是一个开始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是一个开始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享。青春之歌呢，有提到了就是不适任的老师，或是呢对这口无遮拦，或是情绪控管有问题的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想老师也是人嘛，就是你现在在职场上面遇到一些同事有多烂，有多不负责任，那其实一样，就把你的职场搬到学校，他们也就是一般长大的大人，所以你在职场有可能遇到烂同事，那当然你在学校也有可能遇到烂老师。那这边呢，看到一个
群组当中有位听众反映啊，他说我的高中英文老师哦，会自己突然在课堂上面爆气说：“我错了吗？我错了吗？”因为他前阵子离婚了。时间回到1986年，一个不用补习的下午，应该是星期天，搭着海洋车厂小姐的公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没有多余时间可以让我浪费，直接快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就像回教徒来到阿拉的圣殿。我能清清楚楚背下所有球鞋的价钱，就好像默写这种乘法表般的准确。老板问我到底要看几遍，略带不耐烦的口气，听了真的很讨厌。不过还好，这次我的口袋里有钱，存了半年，一切就是为了今天。潘朵拉的宝盒从仓库拿出来，打开白底蓝勾勾住我的心坎，神圣的空气在这一刻弥漫。我像灰姑娘一样坐在沙发上吃穿，几个同好羡慕的围观，老板爽歪歪，现金马上进口袋，心里暗中盘算，这个家伙最近应该不会再来烦。不过老板老板，如果下个星期不用复习，我还是会准时出席，依然站在这里望着墙壁，问你一些其实我心里通通都有答案的问题。西门町其实充满危险，出了门遇到几个混平路的少年，我的身高比他们高一些，但是我的长相一看就是好欺负的脸，没办法又被他们勒索了一点。我还好他们没有发现我的新球鞋，因为他们很怂，他们不懂，他们早熟，他们只想拿点钱去打 snowball。 回到家打开鞋盒用力闻一下，爽，新球鞋的味道比麦当劳还香，把鞋带一个一个穿上，这种满足感是旁人无法想象。吃完晚餐全家在客厅看五等奖，我把房门轻轻带上，假装读书，其实是在和球鞋做最深层的感情培养。啊，和他说话，把他拿上书架，再放到地上，又拿上书桌，再摆在地上，像个傻瓜。不知不觉就这样进入梦乡。第二天坐校车上学，知道早自习要考数学，什么都不会，手心开花大会可是难免。不过那又怎样？车窗外的阳光超乎我的想象，三角函数、物理、化学，我只期待体育课换上我的新球鞋，奋力一跳摸到篮筐，纵横全场无人能挡，就像我的超级偶像 Charles Barkley 一样。我的心就是期待梦想的实现，世界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浪漫的心就是期待梦想的实现，世界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回到现实的2007年，工作占据大部分的时间，难得忙里偷闲，开着我的红色跑车来到西门町的万年。下意识的反应，我直接冲上二楼的球鞋店，老板还在，还是那张臭脸，不过对我来说仿佛多了一份亲切，毕竟真的只有他陪着我度过了我那段最青涩的童年。繁忙的人潮，拥挤的街道，夕阳滥情的照，仿佛真的感到岁月催人老，挂在墙上琳琅满目的鞋，临走前还是忍不住想要多看一眼，惊鸿一瞥瞥到几个驻足少年渴望的表情，面对老板急切的脸，画面就像回到从前，时光倒流把我带回1986年。期待之心就是这个期待，梦想在世界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期待之心就是这个期待，梦想在世界一直往前，梦想没有改变。大家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街头故事李白的疗伤四言会。这个地点呢，他来到了台中，跟 H 小姐相约。 H 小姐和李白是在一场病友聚会中认识的，他跟我分享了一段梦境与现实交错在一起的故事。升上大一的时候， H 接触了灵学，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透过灵修，他可以慢慢感受到世间万物的本质，感觉到自己跟虫鱼鸟兽的连结。为了寻求更高的境界， H 广泛阅读不同派系的灵学书籍，然后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诠释。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渐渐地融入了他的认知，然后这个世界的样貌变得越来越奇怪。 H 说，我开始会在意一些常人眼中觉得很奇怪的细节，比如说门关起来的角度。而有时候逛街，我就会感知到路人跟我擦肩而过的那种负能量，让我变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H 眼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所有没有关联的事件在他的脑中都串联成了一串悲剧。但是 H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他也没有办法跟家人跟朋友求助。有一天晚上， H 在家中，他害怕的受不了，他眼中的世界变得扭曲，变得黑暗，家人们的脸孔都变得好可怕。这里好可怕，这是在地狱吗？我是在做梦吗？如果要从这种噩梦醒来的话，就要先在这个世界死掉吧。 H 的思绪充满了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生了根一样，彻底的控制了他。他就从三楼的窗户纵身一跳，痛，剧烈的疼痛，粉碎性骨折，没有让他从噩梦中醒来。直到他到了医院的病床上，他还是在害怕，还是在紧张。在复原的期间呢，他就只是跟前来探望的朋友说，啊，没事啦，是我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原来发生在 H 小姐身上的一切，在医学上面叫做急性思觉失调。患者会感觉到有一股声音在控制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股声音对患者来说非常的真实，也很让人无力。 H 小姐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还处在康复期的低潮里。在聚会中道别之后，她开始接触手作、艺术、摆摊，从各种疗愈的创作中慢慢修复自己的内心，并且慢慢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找不到理由，找不到节奏，找不到你信任的眼神，听的人为自己沉默。少了会发，多了些你，再做个清醒，是否要更深思、更竭力、更煽情？再转眼不欢喜，痛哭流涕，太难唱了，气都用尽，破一个音就当作惊喜，留作是你记住我呢。昨天呢，去听了 Julia 彭佳慧《太难唱了》，她的个人的最新的新作品的听歌会啊，96年开始出道，然后 Julia 昨天说，这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场听歌会。今天最后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Silk Sonic，《Leave the Door Open》，继续把门开着吧。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别忘了。You're awesome, 你很棒。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and the west wing of this mansion.
Like. If you smoke, what you smoke? I got the haze. And if you're hungry, girl, I got fillets. Oh, baby, don't keep me waiting. There's so much love we could be making. I'm talking kissing, cuddling, rose petals in the bathtub. Girl, it's jumping, it's bubbling. Coming through.